受罚秉公，华严起信，归极乐。传灯宇内，大经导航度娑婆。至诚感恩师父上人慈悲教诲。接下来，我们跟师父继续学习《净土大经科注》第五回第八集的精华节要。为什么我们选这部经修学，不选别的？本经之殊胜在于其理其节，理由就是这一句，本经的殊胜其理。第一，把理讲透了，更难得的是奇迹，什么人都能修，而且都能成就。奇迹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需要断惑证真。惑是什么？烦恼。不说别的，就说五个字吧。佛常讲的，贪嗔痴慢疑。我们有没有本事把这个烦恼断干净？让它不起作用，试了几十年没丢掉，境界现前还是贪嗔痴慢疑。细心去反省，心生恐惧。恐惧什么？这一生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学佛是白学了。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遇到佛法，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这算成就。所以整个小果须陀洹也就不错了啊。那我们烦恼扶不住，起心动念，这里头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。这说明什么呢？来生还在六道。六道里头哪一道？魔鬼、畜生、地狱、人道，难了，还能得人生吗？人生要具足三规、五戒、十善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
啊，三归只是口里头念念而已，有没有回归？没有啊。无戒杀盗淫妄酒，是善，再补充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。我们能做到吗？啊，最难的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居住这个条件，在六道里头，升天道，欲界天，你就晓得多难了。所以，佛说的经多，佛说的法门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都不相应，都不及格。我们来生到哪里去？肯定是到三恶道。这说实话了，不说假话。所以说真实，第一真实，没有比这个更真实的，就是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一部注解。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不肯学，不能怪人，怪自己。啊，我遇到了不少大经大论，读了之后感觉到我能读它，我能讲，我做不到。将来的前途恐怕还是三恶道，越想越害怕。到最后问自己怎么办？放下吧，只有放下。寿命到了怎么办？我们该如何面对生死？这是大事，这是我们这一次讲，再讲这部经，再学习，帮助我们彻底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就对了。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功德圆满啊，一定要记住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是真的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个胡思乱想起作用了，什么作用？今天地球千变万化，从心想生的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心想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我们这个世界哪个不是妄想分别之处？
在这里头过日子苦不堪言。本经之殊胜在于契理、契机，应该怎样理解呢？基是什么意思？根基。我们是不是学华严的根基？是不是学法华的根基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是，你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就是，不是的呢，虽然学了，学了些文字，没开悟，不但没有大彻大悟，连个大悟小悟都没有。啊，讲华严经，只是依着文字，依着注解，说说而已，不得受用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开悟，最重要的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我们看看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至于契机，更是本心之独胜，独一无二。那为什么以持名念佛，善根普被，凡圣齐收，上上根全体成道，下下根亦可一致得度，下至无逆受握。临终念佛，亦必随愿得生，横出三界，圆证四土，顿与观音师至并肩。可见此法究竟方便，善因群起，群是一个不漏啊。遍法界虚空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只要具足信、愿、持名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妙啊！就妙在此地，这十二个字要特别注意，无逆是我，临终念佛，随愿得生。这是给我们业障重的反复，唯一一生成就的保证书。能不能帮助人一生成就，那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只有这一部经，第一经，我们要相信啊，不要再让自己找麻烦了。哪一部经有效，
哪一部经能帮你的心定下来？哪一部经能帮助你放下万缘？先专注，你就成功了。我回头了，给大家做个榜样。越简单，越容易得力。学多了，学复杂了，到临命终时，哪个有效？到最后，通通没有感应，都没有效。不是经典不灵，是我们的心太乱了，不知道抓哪个好。啊，佛在此地教我，只抓住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就对了。报声同声经